天假日哦，那我们安装的这一台是 AI 车道，因为今天没有小编，所以我就自己架了一个摄影机哈，然后自己来开播。那今天这一台是2015年款的 BMW 的四系列，这是双门的跑车哦，这台428。那在 F 世代之后，它的引擎动力哈几乎啊全部都已经涡轮化，那像这一台。428的一个引擎动力是2.0升，然后涡轮增压大概动力大概245匹左右吧，大概245匹，所以动力、底盘还有整个外形呢是非常非常的表现非常均衡。那这一台其实我自己最喜欢的应该算是 F36，就四门的Grand Coupe的版本。那这一台是 F32，这个是双门的版本。那32啦，或者是到33，它的后面的底盘结构呢都是一样，所以它的宽度有加宽，所以整体的话会更流线，然后它的尾灯比 F30的系列还要来的动感一些哈，所以造型的话相当的漂亮。那这一台车主的话是觉得原厂的避震器有点太过于舒适哈，所以在比较激烈操控的时候，觉得避震器不太够用，所以今天要来升级的是 KT 的道路版避震器。那车主的像是底盘的一些零配件的话，其实都还是维持原厂，而且这一台的车主用车频率的话相当的高，所以它原厂这边其实还没有损坏。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原厂的避震器好了哈。两位认真的男人最帅啊！哈喽，小猪，谢谢。好，这样。有什么？来，我翻转一下镜头啊。好 ，OK。那这个是原厂的一个避震器啊。原厂的话，我们有几个东西比较特别啊。第一个，这个428这台是 M 版的哈，所以它的上座其实跟这些结构不太一样。它的车高其实原厂就很低的。如果用我的手指头啦，轮胎上缘到叶子板大概2.5米左右，前面、后面的话就大概剩下2米。因为这是 M 版的，所以它有几个地方不同。第一个，它的弹簧算是一个比较短哈，所以它算是车高原先 M 版就会降低。上座的话也不太一样哈，上座的话1、2、3、4，它有5颗螺丝，一般版本的话大概是有3颗，所以它的上座。还有弹簧，还有都不太一样。那阻尼的话，原厂据说啦是有因为 M 版而把阻尼加强，但是这个的话我们也没有拿来做阻尼测试机的新品的零件测实际的做比对，所以阻尼是不是有加强？以我开起来的感觉好像是没有，但是这个只是用开起来的感觉来判断，要科学的话还是得要让阻尼。去测试机上来做一个比对，才有办法做一个正确的判断，看它的阻尼 M 版的是不是有加强。所以这个是前面不太一样的地方。哦，对了 ，KT 的话前面上座啊，我们都有附上座，哦，所以前面的上座就不需要再沿用原厂。这个其实我们做了几个版本，有的是沿用原厂的哈，有的是有附上座，还有另外一个，如果车友想要的是比较。禁忌的设定的话，那我们也都有做鼻眼上座的版本，因为像这样的独立式麦花臣，它的前轮的仰角啊 ，camber 是没办法改变的，所以如果有需要做比较激烈操控的话，那就可以选配鼻眼上座。那后面的话，这后面那无物件哈，其实不是，是后面的上座它的形式比较特殊。那后面上座的话，就需要沿用它算是一个三颗螺丝三角形哈。所以上座的话，后上座需要沿用原厂结构。还有这个是像昨天的话，也有刚好有竹东吧，还是新竹的车友，也一样是 F 系列的车友安装 KT 的产品了。那像这些有一些比较特殊安装的细节，像是我们的下部的后弹簧的下橡皮是需要沿用原厂的橡皮，上部的这些橡皮，这个拆开有一个橡皮。橡皮的，还有上面的这个基座呢，是需要拆下来。那这个基座原先它是一个锥状的，砍在板件上面，所以需要拿一个一字稍微撬开之后，这个掉下来，才有办法装上 KT 的调整机构。KT 的调整机构哈，有的会想要装在这个里面。
装的，这是北上窑，是装不上去的，是不行的。对，那个一定要拿下来。好，这个是后面的原厂的一些零件。那我们来看一下后面的悬吊系统，在这个世代跟下一个 BMW 三系列比较新款的叫 G20 的底盘，其实这个世代的底盘跟 G20 的比较相近，那跟前一个世代的19X 的系列就比较不一样哈。它是有一个上座的机构，所以这台在拆装辨识上比前一个世代的19X的系列还要来得简单，因为不需要拆内装嘛。下方的话有三颗螺丝，就可以把后上座把它拆下来，而且它的防倾杆的离载栓不是锁在支臂上面哈，是锁在它的仰角上，所以拆装避震器的时候也还蛮简单的哈，所以这一台后面的拆装其实不难。那像这么比较高档的车子，它的后轮定位的角度呢，也许有可能车友会最询问的，好像日系车车高降下来之后需不需要改仰角调整器？那这台车哈，它的不论是 camber 或者是头影，它都能调整的，所以当车高降下来之后，都会依靠一颗偏心螺丝来做 camber 或者是头影的束脚的一个角度的微幅调整。所以当车高降下来之后，如果有定位的这个关卡，如果有定位正确的话，那都不至于会有吃胎的状况，也不需要再多花钱购买仰角调整器哈，不需要哈。啊，今天的车高要跟原厂一样哈，大概2指，这个 M 版的，所以后面其实就已经很高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的一些零件，这个上座下方会有一个比较奇怪的机构啊，这个机构是在调整阻尼的。我们往顺时针的方向哈，它就变硬；往逆时针的话就变软。所以在上座的下方哈，这个机构就是在调整软硬度的。那这个防尘套哈，可以看到它的密合度啊，这个都是专用的一个规格。哎，这个里面的话也有一个防止触底的一个馒头，这些都是不需要再沿用原厂的零件。那在后弹簧，我们配置的规格是11公斤，在弹簧的上方机构啊，这个机构就是刚刚提到过了。一般在安装上，我们会附一个说明书，好，来让技师了解这里的局部结构要怎么去做组合。这个 Hello Kitty 的上方其实还有一个薄薄的橡皮，现在已经压得比较扁，所以看不太到。所以这些的机构，就是都使用 KT 的就可以了。在弹簧的下方那里就有一个橡皮，那个橡皮的话就需要沿用原厂的一个橡皮的哈，这个角度可能比较看不到了，在最下方，因为它的支臂是一个凹槽型的，所以看不太出来。好，那后方的话，除了阻尼调校一个技巧之外，它有两个地方比较重要。第一个胎压哈，像这一个世代的四系列，它的胎压，它的轮胎的铝圈的规格，最小的有到17寸、18、19，甚至是有到20寸的哈。那一般来说，大部分都以18寸居多啦，所以当在调整后面的阻尼时候，第一个胎压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就依照原厂胎压的建议值，像这一台车，有的欧系车是坐在后油箱盖的内侧，那这一台车一样是在驾驶座挡胎开进去的下方会有一个胎压的建议值。那在调整阻尼的时候，胎压我们就照原厂的胎压下去施打就好了。第二个部分就是，即使在安装的时候，这个的车高调整是靠弹簧上方的调整机构，可是筒身的长短调整它并不会改变车高，筒身的调整它是来取决后弹簧的预载值。那也就是说，后弹簧千万不要预压缩过多，一旦预压缩过多，筒身调得太短，它弹簧就预载过多，那一定会不好做。所以后面的阻尼调整大概就只有两个重点而已。第一个，安装的时候的技师的工作就是弹簧不能预载过多；第二个，在调校的时候胎压千万不能过高，这个是大概一个阻尼调校的重点。好，我们来绕一圈好了。这台车我觉得真的好漂亮哦，双门的。然后后面已经安装完成了哈，再来的话就是要来介绍前面的它的悬吊机构。这个世代的它的悬吊前面的话都还是维持一个麦花臣的悬吊系统，另外这边不然会逆光。
好，它的前面的话，我们也有附上座哈。上座的话，一般来说呢，我们配置大概是8公斤。如果有要比较舒适或者是比较热血的，我们再会依照譬如说是6缸直列6缸的440或者是340之类的弹簧公斤数，才会因为车主的需求来做一下移动。不然一般来说，我们都配置8公斤的弹簧。对于这一颗2.0的引擎的撑度哦，就相当的 OK 哈。那前面的它的下机座，其实原厂的避震器它是没有分左右边的哈，它是没有分左右边的。那在改装之后，其实上座的话，我们的上座有附的上座就需要分左右边，因为上座的话，我们也有针对 M 版来锁了一个5颗螺丝的固定点。那下方的话，这个有一些固定架，这些它原厂就没有设计在避震器上面啦。好，这些有油管架啦，或者是 ABS 感应线这些的，全部都已经锁在仰角上方，所以在 KT 制造的时候就不需要针对这些的锁点来再做设计。那唯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离载串的锁点，我们是做跟原厂一样的位置，所以镜头再绕过来就可以看到离载串，这个直接沿用原厂的规格的离载串就可以了。只要在安装完毕之后啊，车高的调整是靠这个齿轮状的托盘啊，这个安装完毕之后一定要记得把它锁紧，因为后方的悬吊系统作动它是很单纯，就只有上下而已。可是前面的麦花臣不同，它还得要负责旋转，我们在转方向盘的时候它会旋转，所以这个托盘的紧度啊就需要特别的紧一些啊。用料的部分，我们所使用的阻尼友是意大利 IP 的阻尼友，油封的话使用的是日本欧克的油封，用料都相当的不错。那我们来看一下上座的部分好了，你把镜头拉高看你能不能拍得到哈。来，上座的话，像这个上座M 版的嘛哈，所以刚刚说的它有5颗螺丝，一般来说啦，一般螺1、2、3、4哈，这里还有一颗。那一般来说非 M 版的它只有3颗螺丝，可是啦哈，这个用一般版本的3颗螺丝锁附的话也都还 OK 的。最主要的是这里还有一颗F 系列都有一个上座是锁拉杆固定的这一颗螺丝哈，我们有设计了一个专用的一个口径来做锁附，好，所以这个上座锁5颗跟锁3颗无差不差，因为3颗的话它的施力点就够了。那我们做的比较详细，所以做跟原厂一样的规格。所以如果一般有其他品牌的锁3颗，会问说啊，经理说啊，这样可不可以？都可以，锁3颗锁5颗都是可以用的，都没有问题。好，那你拍一下车头啊，我觉得这个车头也是 M 版的车头，超漂亮。好，这个车头的话也是类似一个 M 版的一个。才有一个车头，所以它的车高哈，于是原厂就比较偏低了，很漂亮。然后好，那我们已经安装完毕的哈，这一台车其实也不算是特别难拆装吧。那如果车友们哈有需要试乘哈，我们台中的公司啊，或者是北区、中区的经销商呢，甚至是南区有几个店家，也都已经有试乘车可以提供给车友们来试乘。如果有需要来比较产品啊，或者是说想要对 KT 的产品有更进一步的询问细节的话，都欢迎询问我们的 KT 的粉丝团的小编。好，今天假日的话，跟大家分享这一部车比较特别漂亮的一部双门的 BMW 的跑车。那我自己本身也算是一个 BMW 迷，我对 BMW 有特别特别的喜好，所以介绍起这一台车来就特别的开心。好，以上是今天BMW 428的安装直播分享，那谢谢大家，拜拜。